月30日凌晨，小 S 在微博晒出一张素颜照，并发文怒斥一位看重瘦的畸形审美，到底要多瘦？我受不了了，每个女人都在炫耀自己的身材，我也是，但她 X 的到底要多瘦？人的一生只为了追求瘦更美。我退出，比基尼照片，疯狂运动的照片，到美景拍一些别人不想看的照片，我受够了，我要做我自己，不发狂，但我要照着自己的脚步走。谁问我胖了，我会说干你屁事，去看看你的身材吧，还有不要再美图，面对你自己吧。面对小 S 自发怒视，网友们纷纷评论不要再美图，只有你能做到 IS 接受最真实的自己，粉丝也会爱上最真实你。我们想看的不是包装出来的模型，是有趣的灵魂和内心啊。